中国各地疫情四起，西安惊见 BA.5 变异株，当地再次封城。为加大对中共制裁，美国正游说荷兰政府禁止爱斯摩尔出售半导体技术给中国科技业。梵蒂冈前驻香港代办警告，香港教会的宗教自由将不存在，但教宗仍希望延续梵中主教任命协议。民进党秘书长林奇耀表示，民进党双北市长提名将在17日全代会前确认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